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拨时间来收看即个节目。我昨日有在介绍安徽民新妇是一个非常杰出诶神妇。伫诶巧日，伊将老东新毛病医院发展起来，对十二床变做三百床啊，然后起内科外科诶病房。 佫毋但呢，伊佫留一个所在，特别伫照顾在送乡艰苦的人，会当得到上好个医疗看顾。啊，这是安徽民生户伫传承因个创会者哦，即创会者。姓家民生户，因为姓家民生户本身捌做过解忧，也捌做过乞食，然后就会去体验着。 做一个乞丐，做一个家油，迄种的奴魄，啊，互人看清，互人歧视，迄种的性命的体验。所以安徽民信夫，通讲从劳动性无病，以迄个设立的宗旨，将因的开设者信家民信夫，即种诶对人性命的怜悯甲体贴，即种的疼。 甲伊传承落来，啊，毋但是安尼，伊本身做一个联谊会伫台湾诶会长，伊阁做病院诶院长，伊非常照顾甲伊伫做工者诶辛苦收入，啊是护理人员每一遍若开刀房一未结束，伊绝对无休困，无论开刀到几点。 伊拢会等，等家即个开刀房诶新妇伫遐倒骹手，会收入护士，拢对开刀房完成结束，啊则出来，伊则看见因平安出来，啊伊会甲因准备啥物？准备宵夜点心，啊好食诶工作者会当得到安尼休困啊，自己然后伊家己则去休困。 所以每一个幸妇，每一个收入，也是医疗工作者伫幸福病宜看见安徽民幸妇，拢会感觉真烧脑。啊，毋然呢，安徽民幸妇因为本身是一个会长，所以有时阵就爱出国去开会，啊，去访问，啊，然后答辩啊，倒来伊拢会知影，我就爱来买一个什物，咱来讲讲做小小的礼物。 当时是,是一个啊，咱在讲讲做一个徽章啦、啊，啊是一个啊，连仔挂啦，啊是一个什物记号？安尼真小块物件，摕倒当来送，小小一类物，送幸妇收入。逐个人摕到迄个物件，拢会感觉非常受乐。我有讲伊一九五五年来，一九五七年。 五七年，伊伫做会长，然后五九年，伊伫做头一个台湾头一个工区，就是伫万善开圣母病院分院。我有讲，即、这个是万山圣母病院分院，主要就是伫收遮会着迄痨病的人去伫迄个所在，共全心照顾。安徽民信有去万善圣母病院分院。 一间就真侪台湾头一间伫照顾希罗病诶病人。啊，咱通在一九五五年代，伊来到台湾诶时阵，伊就发现病医要安怎来发展真侪南部上矫正、矫正诶一间医疗服务中心。我有在讲，当时无即个什么今仔日诶白水啦啊。 台北到宜兰啊，一点钟无较早到晚十八块啊，定定有车祸在发生。一逝要去宜兰，伫一九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是非常无方便。伊嘛知影一项，有医生，若无护理人员，无论遮个医生做了偌辛苦，无护理人员来搭配、来协助。 即种诶医疗工作未标准，所以安徽民生夫头一个想到，著、就是要安怎样，互即间圣母病院成做一个真完整诶医疗中心。安尼，伊就开始去计划，后来就成立台湾头一间天主教护理学校。安尼，这著是伫老东。 在罗东在宜兰成立头一间劳动信武护理学校，啊，这是在一九六四年。然后看五五年来六五九年设完善分院，啊，然后在六四年在设护理学校。护理学校设哦伊迄个训练经验嘅，啊，伊提供护理学校。 训练出嚟学生，头一届得收一百五十个，毋但是劳动性无病，会当用，佫会当支援到倒位，支援到其他的病院。那看这是安徽民生妇迄种的眼光非常特别。安徽民生妇伊讲，遮的护理人员，当时台湾一九六四年，台湾护理学校无侪，日本时代根本无设。 所以后来马街病院家己有设护理班，中华基督教病院本来嘛有设护理班，也准备要设护理学校，啊，因为政府严格规定，啊，迄、那个超未好势。政府的规定就是要，爱学校就是爱有偌大嘅土地才会当设学校。中华基督教病院，因感觉迄是无需要，因感觉。 训练护理人员应该是伫病院内培养，啊，一个讲袂好势就失了机会。后、啊、来马街病院家己说护理学校，当时护理真欠，所以问路病院嘛家己说：“啊，唔然呢，保你几多教病院嘛家己说护理班哦，训练护理人员，这拢是教会病院家己伫处理的一个方式。 所以安，安慧明师傅，伊就感觉遮个护理学校训练出來的人，会当提供各所在医疗资源欠缺的需要。伊毋但是安尼做那定，伊搁再想一项代志。安慧明师伊毋但是一个医疗专家，伊搁是一个建筑专家，啊，佮有美学的训练哦。咱在讲做美学。 伊后来第一想一项代志，要互联谊会伫台湾久久长长会当训练新职人员，所以伊就伫北城的所在。宜兰北城的所在，伫啊起一间圣母升天堂。圣母升天堂，北城圣母升天堂的天主教堂。啊，其实是用一间。 正做一个训练零议会新职人员的教学中心。啊，圣母升天堂伫伊设计起起来，哦，迄、那个彩绘玻璃啦，哦，礼拜堂的玻璃非常水。啊，个迄个礼拜堂的启发，咱着讲真出名。欧洲的礼拜堂的形叫做哥德式。虽然会当看出台湾有真济建筑界的人讲。 真正若要看欧洲一礼拜堂个样，其实毋免走到欧洲，走到宜兰北城看迄间天主堂圣母升天堂，就看会到迄个形是生做安怎。伊将迄间礼拜堂当做是一个训练团队者个中心，安尼一批一批训练。所以天主教个团队者毋是新职人员，是。 会当真做一个团队啊，甲人讲基督教道理，即种诶一般讲做在职诶团队有家庭哦，有有结婚成家诶家庭诶团队，这甲完全献身做神职人员无共哦，因为即种啊做团队班诶训练，就对即个百姓圣母升天堂？ 即个所在开始一批一批来训练出个派因去到伫庄家个所在去传基督教个福音。有一个本来伫幼园伫教册，后来伫圣母病，大家拢改叫村爹啊。即、这个村爹啊，姑、这、娘、个，即个护理师，伊本来是伫幼园伫教册。啊，毋过伊看见安徽明神父。 遐，你得贤听人啊，真感动，所以有一日，伊着去找安慧明神父，家伊讲：，你有说护理学校，我嘛想欲来学护理个工作，也、啊、对你来照顾病人。安慧明神父一个听，着，家伊讲安尼好，你会当来读护理学校，你会当来读。迄个时阵，春蝶啊才二十一岁。 啊！安徽明信夫家讲，我会当找人甲你补习，啊，互你去参加考试。啊，你若考有入，我甲你讲，拢总毋免钱。你读有毕业，正做一个正式诶护士，即、这个学习诶过程拢总毋免钱。啊，我请人甲你补习。哦，村长啊，一个听到村长护理师一个听到感动，甲啊足认真读册考试。 安慧明师父提出一个条件，伊讲：既拿休困日，汝一定爱来做工课。来做虾物工课？来病院遮倒骹手做工课，啊，做工课真侪。汝读护汝学校以后的经费，咱先介绍到遮休困日，才过来开始。 我头先有在讲，这个村长啊，姑娘，伊一个甲安徽民新妇协员，讲我来当入去互理学校读册。我一世人就是要学你正侪伫照顾遮艰苦的病人。安徽民新妇有甲伊讲，你既然休困日，你得来。 病院只到三工，啊，汝对我来到三工，伫病院做一寡杂七个工课，用遮个做工课来抵当汝去护理学校读册个需要。后来即个村爹啊，伊在回顾安徽民新夫就安尼讲：，伊讲每一日早起，透早天一未光，伊就爱对安徽民新夫去伫礼拜当。 规律，伫遐祈祷，伫遐唱歌，伫遐做礼拜。伊无法度理解是安怎，逐日要做医疗工作，真重。安慧明神父会规律祈祷，啊，伫遐做敬拜的工作。啊，伊一直问安慧明神父，安慧明神父是安尼甲伊讲，伊讲祈祷是在甲上天诶神讲话。 祈祷是甲神在讲话，人无敖，人无能外敖，若无神的手扶持帮助，人可能会伫医疗工作的中间来失措，安尼治到一个人的性命就会拄着损害。所以，伊讲要好医疗的工作，袂失策，做一个医疗工作者。 毋是咧靠家己，伊来，我去天顶的神会气力来甲伊帮阵，安尼拄着上困难的病，医疗工作者嘛未惊遐讲哇，即种的病我要安怎？袂，因为伊知上天会气力得甲伊斗三工，啊，伊就未惊遐面对迄个真严重诶病，未惊吓。 这是村蝶啊！后来在回国，伊嘛对安慧明媳妇，逐日学习即个功课，伊讲较真，伊逐日要去医院工作进前，伊就先去礼拜堂、天主堂归来祈祷，上天甲伊帮助。我有讲过安徽，安慧明媳妇甲村蝶啊讲。 你来病院拍工，啊！你若既然休困，你得来遮拍工。啊！拍工主要其实著是在学习安怎样啊，清气病院的环境，安怎样伫照顾这些艰苦人。村调伊在讲，伊伫安徽民新湖的身上就安尼一冬过一冬，伊在看见讲什物生命伫即种疼照顾的下面。 迄个生存诶意义，汝位观众朋友，伫听诶下面人诶生命生存才有意义。无听诶所在，迄、那个生命诶生存是真艰苦，嘛真可怜。有听诶所在，会互艰苦诶人看见生命诶溃烂；有听诶所在，互人诶生命感觉生存有意义。 后来，村长啊，伊在在描写一件故事。伊讲，安徽明神父在看人，伊拢大声看虾物，讲病人是大生优先，所以若听见有病人到伫病院，伊身躯边的代志，就先放咧，啊，较紧去看过病人。所以伫病院的中间，有拄着一个，大家拢改叫,叫阿弟吼。啊，即、这个阿弟的病人身躯。 带着一种真奇怪的皮肤病，连厝邻的人嘛无爱，啊，毋知安怎即个病毋捌看过，啊，就呾送来到伫新无病院的所在，啊，其实厝邻的人已经是己放煞。安徽明新夫就呾收留即个阿弟伫病，伊亲自己照顾，亲自己医疗，伫照顾医疗到好势大汉。 好势了，过经过几若年，唔但将伊诶皮肤病个医疗好势，啊，过帮助伊诶生活会当稳定落来。所以，即个春节啊，伊讲伫安徽民生夫诶身躯顶，伊学习着一项，人破病，性命会艰苦，会当得到。 复原会开，来其中有一个真要紧的要素，毋是干那药物，还有一个真要紧的要素，就是听。所以我头先有讲，听从看见苦难中看见生命的希望。一九六六年，安徽明新妇突然间发现胸口哪来哪无好势。 啊！后来有一边伊去亚罗沙甸，啊伫遐有一个会议，啊去到伊说列亚罗沙甸，啊了，要倒倒来台湾诶，时，伊有几个其他信徒的同伴看伊身躯真无好势，就代讲你是安怎？伊讲我是一个病人，伊讲若是病人，啊你会无爱去看病哦？伊讲。 对方改讲，汝若是一个病人，毋免看汝哦，因为汝家己是一个医生。伊甲迄个在关心伊个人,人，讲汝若知影我得什物病，啊，汝著袂安尼想哦。啊，对方在改伊讲，在关心伊也嘛是一个媳妇。伊讲若安尼，汝若会无爱？伊。 去意大利已经来到耶路撒冷，无你得倒转去伊大利，啊你的的，你家己诶某花诶所在遐医院来接受医治。伊讲无法度，我若是倒转去伊大利，可能遐医生著无爱互我倒转来。后来伊真正伫遐飞机结束，伊就倒转来到台湾，伊足惊去，互医生介留咧，伊袂当倒来。 毋过伊倒来无偌久，才发现伊的哪哪病症拿来那恶苦啊，生无病院医生嘛无法度帮诊伊，因为知影即是台湾的医疗科技还无法度帮诊下一个方，下一个病症，安尼著是得癌哦，啊所以。 逐个人伫跨诶中间，总毋望伊倒去伊家己。啊，伊拢坚持无爱。啊，伫坚持无爱中间，伊突然间接到另一回伫伊家己落马诶总会来一个公文，要伊倒倒去落马开会，做一个新副，因拢有发迄个中心官。啊，這个中心官诶头一人著是绝对获奖。虽然伊真无爱转去。 毋过是因个总会派来叫伊爱倒转去开会，啊！伊真正就倒去伊家己身躯真虚弱个下面，伊嘛倒转去。啊！开会了，伊著去伊个母校即个百度亚医学院，伫遐来治理伊个身躯。哎，无拍算治理了煞有起色，医生嘛发证明予伊，甲伊讲伊会当倒转来台湾。 伊真欢喜，分期坐来，较紧登来台湾。登来到台湾的时阵，无拍算伊登来到台湾，也无偌久，无偌久就伤口一直败落去。无偌久就是讲，刚登来两礼拜，两礼拜时间伤口就败落去。败落去了，有人伊建议讲，较紧个送登去。 巴杜亚大学个伊人，伊伊讲伊无爱，我甘愿，我甘愿无爱，等于我宁愿死伫台湾，死伫我上爱，我照顾有到遮个亲人个中间。两于观众朋友，伊是将所有个病人当作是家己个亲人。伊讲，我要甲我个亲人埋葬伫即个所在。一九六七年。 五月初九，伊真正就结束伫地球的生命，享年敢若四十八岁，真少年吼。但是出葬迄日,日，差不多劳动所有的人拢走走出來，几若千人伫迄个丧葬的行列，真侪人流目屎。后来，零一会，劳动，零一会为着纪念伊。 就将平湖的病院、天主教的病院、新林医会起的病院改号名，叫做惠民病院。惠民病院就是伫纪念安惠民神父。啊，搁毋单呢，因这是伫马经后来伫五结、宜兰、五结设，即、這个。 另一会说的，迄、那个为着辛苦有缺陷的人，一个服务中心嘛，甲伊叫做惠民关怀中心。咱若看因伫三重埔嘛有一间病院叫惠民病院，其实拢是用即个方法来伫纪念安惠民幸福。基督教圣经新约。 伫约翰霍音斯耶稣就讲一句话，伊讲一粒麦，若无落地地来死，犹原一粒；啊，若，一粒麦正落地地呢。”伊看起来是死，其实会当开花结实，坐坐安徽明生活多多亲像一粒石落地土里一籽，然后开花结实，互劳动性无变，伊发展起来。 和新博病院，诶，护理学校提做起来，和平和惠民病院扩大起来，来伫照顾真济上穷艰苦诶人。我伫听讲一句话：，讲生命不在长短,短，咱来看安徽民新福只有四十八岁，但生命爱活出意义，有意义诶生命。 就不在于等还是短，这是安徽民生福在咱台湾医疗服务真大的贡献。多谢你拨时间收看这个节目，平安。